来个鸡腿卷儿，弯的。嗯，呵，跟你一样。今天是炸的，直的。烫，吃过多种吃法，还是觉得炸的最好吃。炸爆了呀！这东西为什么这么香？大瘦肉，我这有。这鸡皮炸得老脆了。你最近为什么如此文雅？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风采翩翩的男人。要搁古代，我就是一个才子，配佳人。我跟你说话，好难受，肚疼。这个好酥脆啊！酥脆就是酥脆，好酥脆哦！这好好吃哦。好吃哦，好吃就好吃，为什么好好吃哦？好香哦。真的好吃哦。你是真弯了，我确定了，你是弯了。怎么会？